在巡检、测绘及安防等任务中，会出现许多重复或紧急的需求。面对这些场景，一套门槛更低、效率更高的无人值守方案至关重要。DJI 正式推出大疆机场2，为无人值守作业带来更多可能。大疆机场2采用轻量化设计，体积、重量均下降约70%，机身高度集成，支持快速部署。专为大疆机场2打造的 Matrice 3D 和 Matrice 3TD 无人机，机身轻小，性能强大。机场整机采用 IP55 防护设计，且集成环境监控系统，可实时感知天气变化，不惧严苛气候和环境。 Matrice 3D 系列无人机前飞时间最长可达50分钟，单架次作业效率显著提升。安装 DJI 增强图传模块，机身图传即可与 4G 网络共同协作，飞行更安全。最大有效作业半径达10公里，覆盖更大作业范围。 Matrice 3TD 搭载广角、长焦和红外相机，能直观呈现可见光和热成像画面，适用于安防与巡检作业。 Matrice 3D 搭载长焦相机和机械快门广角相机，可满足1:500高精度测绘作业要求。两款无人机均支持 IP54 防尘防水，环境适应能力出众。降落过程中，视觉定位和 RTK 定位协同互补，进一步提高降落准确性。电池充放循环可达400次，单架次使用成本降低50%。大疆机场2适配大疆司空2云平台，支持云端智能作业。司空2支持云端建模，可生成高精度3维模型。还可在3维环境中通过第一视角编辑航线。飞行器不仅支持6项避障，还可根据提前导入的地形障碍物数据自动规划绕行路径，提升飞行安全性。在紧急任务前，只需在司空2中点击目标点，飞行器即可自动计算最优航线。不仅如此，得益于机场自带双 RTK 天线，飞行器可快速刷新返航点，最快45秒起飞，及时抵达目标位置。使用上云 API， 用户可将机场接入第三方云平台，实现私有化部署。飞行器 ePort 接口支持多种第三方负载，可覆盖更多应用场景。无论结构设计、作业效率还是智能功能，大疆机场2均全面升级，开启无人值守规模化应用新篇章。